眼睛绕，然后这样一脸，然后就拉，拉了一个过来以后，箭头对着你腿就可以这样。啊，箭头，大家伙看这个箭头，你只要对着腿，你始终对着这个箭头，不可能掉了。这招是抖空竹的窍门。对，慢一点，对，对着腿，对着腿，慢一点，慢一点，对。他那个箭头到哪里，你跟着他到哪里，对，就不会掉了。来来，哎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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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这个张老师有运动的天赋啊。啊，这个大一点，这个应该是大一点。来，跟着镜头走。哎呦，跟着镜头走。不经夸呀，您不经夸呀，这是。跟着镜头走。来，哎呦，你看这俩人啊，哇、哦，还是这样。等会儿大伙儿看完抖完了之后，看谁还是比较专业。究竟是哇，你看我说的。张老师走的好，张老师走的。我现在漂亮。这是招仪式抖法。行了，您差不多得了，行了，回来吧。感觉抖完了怎么样？晕了，你转多少圈了？你不晕？晕了，晕了，是不是？感觉胳膊呀、啊，包括这个肩膀，有什么不一样吗？可能有点肩周炎好。好，颈椎炎就是力气控制一定就好，肩周炎、颈椎病，力气控制有个两个月下来就没有。我昨天啊，这儿真有点扭。哦，我一抖还真有点开了，有点开了。哎呦，真是。那这样呗，这个蒋老师，既然你那么喜欢二位，那就把这空竹送给二位好不好？好的，好，送给二位，来来来来来。希望二位身体越来越健康，没事的时候咱们过来再来投投空竹，好吗？好的。哎呀，在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栏目里面，挑战栏目，挑战过18个空竹，吉尼斯，对吧？对 对。那么今天您来到我们家家都有戏的现场，是不是想打破一下？对，我想再加上两个，二十个，变成20个，太紧张了啊！希望大家支持我。正常的话，一个空竹的重量才多少斤？一般是1斤。1斤啊，朋友们，20个就是20斤啊！能把20斤的空竹抖起来，而且还沙沙的作响，究竟能不能成功？那么，还请咱们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屏住呼吸，拭目以待，也看看贾德平老师能不能在咱们家家都有戏的舞台上打破自己所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太棒了！20个空竹被蒋德平老师抖得风生水起，真漂亮啊！你就想，正常拎20斤大米，你都能转不了这么多圈。当然是这样的啊！对对对对，这个对1600-1700年的这个传统的空竹，您能把它发扬光大，我觉得真是太棒了。朋友们，再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谢谢。